带上了啊！来，菲菲，这轮的题目是啊，给大家看一下啊。哎呦，这个也太容易了吧！你是在给花花施加压力，对不对？不是，这个猜不猜的，演不出来，我们觉得有点演不出来，那太过分了。你们一帮老戏骨在对一个歌手在那里说了半天，演不出来太过分了。你先别着急回嘴，想想怎么演。来吧，可以了啊。嗯，传递开始。你爱我。快乐小朋友，快乐转圈，蒙眼蒙眼，就这些了，四个字。贾玲姐那么一大段四个字儿，这么费劲呢，这么半天。哥，来吧，我们一直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是然后。你过去啊！我和你。不，然后那个。开心。是吧？还有不？没了。啊，就这些啊。毫无头绪，我也是。怎么两个人？这个你应该挺高兴的。啊？你只想跟我做的事情。我们一直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你只想跟我做的事情。想啥呢？老陆啊，老陆。啥？啊！哎呀！好了，你转过去。哎呀，我的眼影。四个字。哎呀呀，假睫毛！哎呦呦。没有没有，不是结束了。嗯，完了。哎，还有人呢。干啥了？哎、那啥呀？沈腾是不是有身份啊？啊，我都忘了这事儿了。搞得这么乱，对，有特殊身份。完了完了，就这样。四个字。啊。这是你一直想对我做的事，这好奇怪啊。为什么这句话传下去了？这个词儿没有的。没有这个词儿。什么东西啊？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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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我，我拉着你来转圈，转圈，丢手绢，然后你转过去，我转过去，然后我再这样捂住，这样捂住，这什么呀？四个字，猜吧，孩子，猜吧，孩子。来，小松，小松。这我怎么知道啊？我哎呀，听小童叫人孩子，总是有一种奇奇怪怪的感觉。小童要都叫孩子了，那肯定是孩子了。孩子，孩子，孩子，孩子。来，孩子本孩，答案是青梅竹马。你别说啊，你别说啊，接近了。不会吧？加油，加油。发小，很接近。是那意思？啊。这样，这样。你我。同父异母？什么？你怎么忽然就上了高速，拐开了路？怎么？同父异母接近了，同父异母接近了。想想后面两个那个动作，每一个动作都有意义。还有那个，两小无猜。哎，演成那样都猜出来了，你对了吗？哎呀，这孩子怎么这么聪明啊！小童，你不问一下什么叫这是你一直想对我做的事情？对，这个词儿是他跟我说的。没这词儿啊，从玲姐开始说的。哥，同为喜剧演员的我，这是一个包袱而已。谁知道你把它传承了，这是负担。沈腾，你是不是有身份啊？你上来以后把这大家都搞得这么乱。你们只有每一轮完成你们手里的任务，才可以给你们火爆后槽牙的线索。路人甲、路人乙选中一人对场上一个人说：“你闭嘴，你闭嘴，你闭嘴。”内容，一个字一个字比较好弄。
这轮的题目是费费来。这好演，最好演的就是这个。形体一出来就差不多了。杨迪准备就绪了，来传递开始。五个字啊。鸭。鸭。这是第二个字吗？鸭子铲土。这是连贯的。突出这个重点，没毛病。Hello， 你好。你好，你好。鸭子。可能是。几个字？五个字。鸭子吃食儿呢。乌鸦喝水。乌鸦喝水。委屈你了。哎 ，Hello， 这个是一个连贯的，我要做出来。这个，然后。我都给你跪下了，你看看这。这样。对，然后就慢慢就。这样。还这样，我也不知道为啥。小鸭拜大年。挖错了吧？是这样啊？啊、哦，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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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轻点，轻点。实诚。你肯定猜不出来，是这么演的吗？就这么演的吗？杨迪就这么演，五个字是吧？五个字，你可以。你是表演大师。你的智慧、阅历、美貌。鸭。压缩饼干，你知道？压缩饼干，压缩饼干。杨迪，你也有问题，你得把那个和那个剥离开。需要让百亿票房男神上来。啊，可以可以可以。来吧，哥，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这个鸭子呀。这个背影真。这几步很帅了，走过了，你要就这儿演得了，你去这里可以，这里可以，这行啊。你很奇怪呀、啊，是，你这鸭子这儿演的也行，就是。然后呢？信念呢？下去，自己给演羞了是吧？猜不出来了，答案是死鸭子嘴硬。这个我也确实没听，死鸭子嘴硬。但是有点道理，确实演的也不好，但是确实也没猜。你演的好是吧？嘴硬，咱们就演一个嘴硬，怎么说？嘴硬你演演。死鸭子好演，嘴硬。这个不能算对啊！嘴硬怎么演啊？大家想想，真的嘴硬这事儿。嘴硬，咱留个作业。就让网友们谁演完了在微博上艾特王牌对王牌艾特王牌两队互换一下来菲菲题目是这还行这个挺难的这个啊看一眼看一眼怎么给他们都那么简单呀、啊、很难啊这节目还是有内幕我觉得不录了哼不录了来了传递开始六个字儿。
灵魂出窍啊！帅。全世界都在看了，还能这样啊？迅雷不及掩耳。小哥开始演了 ，Show time。不用过来了，刚才都看见了。站上，站上，怎么还在打着呢？不是，我刚才那距离没掌握好。哥，我不想照你的眼，我照花花的眼行吗？你像个吊死鬼似的，你干啥呢？六个字儿。我咋办？我都猜出来了。你闭嘴吧。我不是看你猜出来，看他。闭嘴吧。那演的你能闭嘴吧？不是玲姐，你猜出来不重要，问题是小童能不能猜出来。哎呦，真的挺累的。不用过来了，看五遍了。数落他。骂雷。啊。什么？向小童传递，小宋的眼神是迷茫的。你这猜不出来，过分了，你都看三遍了。不用过来了。雷佳音，你说惹谁了？乱骂人。天打五雷轰。哇，答对了。六个字儿。大头下雨不愁。大头下雨不愁。这八个字儿，这人身攻击吧，又把人伤害了，完了还没答对。不录了。这个很好猜，但是可能超出了小童的文化水平。确实是道初中题。六个字儿，他们跑过去干啥去了？哦，是迅雷吗？迅雷不及掩耳。是在迅雷，然后不及掩耳。对，这个这么难猜。我是觉得这个，哎，为什么有慢动作呢？啥意思啊？他就是来不及、啊，很有想象力，花花。我跟你说，这个不是你演的不好，这是你导演思维，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上来呢？怎么忽然上来？受教了，谢谢谢谢顾老师。忽然背着。